杨这回开口不讲星座，唱了一首好歌，为金钟奖开场做准备。除了改编《我要你的爱》，唐启阳跟曾国城也挑战 rap。被形容是最强专业与斜杠多元的娱乐代表，两位主持人卯足全力，就怕出贼。帮自己卜一卦嘛，就是这一次主持。哦，一定很困难的啊，这不用卜。觉得 rap 最难。对 rap。它不是我们平常讲话的节奏。对，因为它那个节奏你要抓准。嗯。然后我有一句会打结，这样就很可怕。光开场演练，两人都流了满身大汗。典礼下来，曾国城将换三套衣服，唐启阳一共会换四套。两人开始互窥，开启尺寸玩笑。我从上次记者会到现在就都没有在秀啦。哦，他那个 S 跟 N 都退掉了。保留最有弹性的那一套。绝佳好默契，一搭一唱，届时将与12位专业舞者热力唱跳，准备颠覆观众视野。35周冠梁宝台北报道。